庆男子团体 Special 举办粉丝见面会，为了应景中秋节，团员们戴上兔子耳朵，化身超萌小兔暖男，更邀请到女神郭雪芙一起跳上下舞。特别请到女神郭雪芙跨刀演出，有没有哪位团员特别开心呀、啊？陈翔好像蛮喜欢的哈。啊，没有，因为其实在外面都到处都看得到她的广告或代言招牌嘛，那其实就是感觉她就是国民女神，就是正常来讲大家都会很喜欢的，对啊，所以不止我喜欢，大家都很喜欢，跟我多他们其他人一点点，是一点点而已吗？而大家异口同声跳起上下舞，最风骚的就是 Evan 了，仿佛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风格。Evan， 讲一下好不好？很期待哈。其实跳这个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很容易就投入，就投入了。可是我也没有跳过这种舞过啊，所以就是我自己也蛮意外。然后突然大家称赞我。有就是有更有信心，就跳得更有那个味道。还是以后我们歌，然后你个人 solo 的时候都是走，让我站在 center 吧，没有开玩笑。棒棒哒。